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哪天你想吃蒜香鸡翅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外酥里嫩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，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厨艺。鸡翅在中间切开，加洋葱丝、姜丝、蒜片多来点，加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，用右手多抓一会儿，腌制20分钟。每天都在用心教做菜，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然后把腌好的鸡翅剪出来，打入一个鸡蛋，然后加入一小包这个小酥肉专用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，还可以炸切盒、炸鱼，都非常酥脆。用手抓匀，干了就加水，稀了就加粉，抓拌到每一个鸡翅都裹上了粉，再加点食用油，抓拌一下，炸出来更酥脆。油温烧到插小葱呼呼冒泡了，把鸡翅分开一个一个下锅炸，中火炸4到5分钟，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。外酥里嫩，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当零食，赶紧试试吧。